嗨，大家好，我是大奎恩。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一学英语动词。好，这些动词呢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而且呢，我们学完一个动词之后，我们呢还会为这个动词造一个句子，或者是一个比较短的小句子。好，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读这些单词和句子。好，如果喜欢我的话，请点赞订阅。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吧。好，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词呢，就是 argue，争吵的意思，争论啊，argue。比如说呢，你喜欢这个人，不过呢，那个人喜欢那个人，然后呢，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这个呢就叫 argue，好，跟着我一起读一遍，来，argue，争吵，好，不是打架，争吵而已，口头的。Please don't argue，请不要争论。Please don't argue，请不要争论，争吵，好，please。请的意思，don't，不要，argue，跟着我一起读，来，一个字一个字的来，please don't argue，请不要吵架，不要争论。好，我们读正常一点的话就是 please don't argue。好，这句话呢，你可以在如果有人要争吵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 please don't argue。好，我们下一个单词，shake hands，shake hands，握手的意思。shake 就是这个摇的意思，shake hands 手，shake hands 握手的意思。好，跟着我一起读，来，shake hands。Shake hands，握手。好，这个呢就是比较常用的了。好，shake hands，shake hands。好，我们组一个句子：Don't forget to shake hands。我读得非常慢，这个意思呢就是别忘了这个握手。我再给大家读慢一些，来，Don't forget。To shake hands，别忘了握手。好，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Don't forget to shake hands，别忘了握手。好，这个呢是非常常用的一句话。好，我们下一个单词，Have a conversation，Have a conversation。交谈的意思，have a conversation，have a conversation。好，我希望呢，大家一起跟我读一遍，来，have a conversation，have a conversation，have a conversation，交流的意思。好，比如说呢，你认识两个人，一个呢叫 John，一个呢叫 Lisa。然后呢，可能有一个人问你，John 和 Lisa 他们在干什么？你可以说 They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They're having a conversation。他们正在交谈交流。好，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They are having a conversation，好，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have 后面呢有加这个 ing，这个呢就是在进行中的意思，就是证明 John 和 Lisa 正在对话。好，我们下一个单词 give 给的意思，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了，也是非常非常常用的，给这个单词，我的天，每天都会用的。好，跟我一起读 lie。Give，
give 给。好，我们组一个句子 ，give a gift， give 给 a 一个 gift 礼物 ，give a gift， give a gift 给一个礼物的意思 ，give a gift。好，跟着我一起慢慢的读一遍，来 ，give a gift， give a gift， 好，给个礼物。好，我们下一个单词 ，apologize， apologize， 道歉的意思 ，apologize， apologize， 这个单词呢是道歉的意思。你们看着好像哇塞，这个单词这么长，不过呢没关系，我呢给大家一一分解一下。好，这个呢就是 apologize， 如果可以的话呢跟我一起读一下，来跟着我一起读。好， apologize， apologize， 道歉的意思。好， apologize， you shouldApologize. You should apologize. You should apologize. 你应该道歉。比如说呢，您家里有这个小孩子或者什么的啊，犯了错误了，你可以说 You should apologize. 跟着我一起读一遍，来 You should should.在这里呢是应该的意思 ，you should 你应该 apologize 道歉 ，you should apologize。我们下一个单词 ，introduce， 介绍的意思，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ntroduce。好，我们慢慢的读一遍来 ，introduce。Introduce， 好，我们呢组一个句子 ，introduce yourself， introduce yourself， 介绍你自己。好，比如说呢，您参加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呢，可能会有人跟你说 ，introduce yourself， 介绍一下你自己，对吧 ？Introduce yourself。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个呢我感觉非常重要。如果呢你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呢有人跟你说 introduce yourself， 但是呢你不懂什么意思，那不是很尴尬吗？好，跟着我一起读一遍，来 introduce yourself， introduce yourself， 介绍一下自己。好，我们下一个单词 hug， hug。拥抱的意思 ，hug， hug， 拥抱的意思。好，跟着我一起读，来 ，hug， hug， 这个 g 的声音要发出来 ，hug， hug， 拥抱。好，我们组一个句子 ，give me a hug。给我一个拥抱 ，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给我一个拥抱。好，比如说呢，您帮人，比如说处理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人家非常想感谢你，人家就会说 ，Give me a hug. 给我一个拥抱 ，Give me a hug. Give me a hug. 给我个拥抱。好，跟着我一起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读一下，来 ，give me a hug，give me a hug， 给我一个拥抱。好，我们下一个单词 ，smile，smile， 微笑的意思哦。好，微笑，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smile。Smile， 微笑。
好，说到微笑呢，我就要插一个题外话了，就是呢，如果呢有人就是这个，如果一笑的话，就是这样笑的话，就是假笑，哈哈，就是下边的牙也露着，就是好，smile，好，我们组一个句子，please smile，please smile，请微笑，please。Smile, please smile，请微笑。比如说呢，你去这个照个照片，给你的护照啦，或者说给任何的这个 ID 啊什么的，紧张了。好，然后呢，人家告诉你 please smile，当你这个照片的时候，一定要笑一下。好，please smile，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please smile。Please smile，请微笑。好，我们下一个单词，invite，邀请的意思。invite，邀请。好，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invite，邀请的意思。invite，好，邀请，好，我们呢组一个句子。I was invited，我被邀请到了，就是我受邀请了。比如说，如果呢您去参加一个婚礼，然后呢有人问你，你为什么去什么什么的婚礼啊？你可以说 I was invited。I was invited。好，别人问你为什么去哪里呀？你可以说我被邀请了。I was invited。好，跟着我读下来。I was invited。I was invited。好，我被受邀请了，我受到邀请了。好，我们下一个单词。Visit，就是这个拜访的意思。Visit，拜访。好，跟着我一起读，来，visit，拜访的意思。好，我们组一个句子。I am going to visit John. I am going to visit John. I'm gonna visit John. 我要去拜访约翰。好，我们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读。I am going to visit John. I'm gonna visit John. 你们可能听到为什么第一次读的哇塞那么多，第二次读的为什么那么少？好。好，就是 going to 就变成了 gonna。好，如果呢您这个英语没有那么流利，最好呢我的建议就是，说慢一些，让别人先听懂，再说我怎么连音，我要怎么连音。I am going to visit John。顺溜的话就是 I'm gonna visit John。好，我们下一个单词 ，write。写的意思，好，write，写，跟着我一起读，来，write，写，好，我们组一个句子，I write stories，I write stories，I write stories，我写故事。好，就是比较一个有趣的一个造句吧。I write stories. I write stories. 我写故事。I write stories. 我写故事。笔下来。I write stories. 我写故事。好，我在这里呢，先这个做一个小测试。这两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好，请在这个屏幕下方写上。我希望呢，如果这个两个没有答对的话，或者一个没有答对，我建议呢，可能没有认真学，建议呢再看一遍。好，如果呢您答对了，真棒。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希望大家多多练习，多多学习，多多听，多多说。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喜欢请点赞订阅。好，拜拜。